我们现在演示的苹果12的屏幕气密保压，我们撕掉防水胶的最后一层膜。我们合上手机屏幕，然后把手机放到我们的保压垫上，进行上下加热保压。如果担心会伤到后摄像头，我们有提供专用的避空垫。如果觉得避空垫不够逼格，我们也有官方1:1的保压模具，提供我们的设备也完美支持官方模具搭配使用。通过1分58秒的保压，我们看一下保压后的效果。紧密贴合，无缝隙，屏幕无凸起，也能过气密检测，嘎嘎好用。